月二十七日美美出席保养品快抢活动，一出场就有点小惊喜。我们是神圣女。到了，虽然有一点小插曲，不过他立刻恢复专业。小姐姐果然是有练过啊。放假的时候，然后我只要有时间可以好好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就会来检视一下哦，最近皮肤怎么样。所以像我现在真的就是有在找一些抗老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也今年要34岁了，其实还是要开始把抗老这件事情给做好。在抗老这件事情做好了，就是状态也就是还不错哦。而日前分享了跟吴康仁运动日常，结果被说男友体力不好，他甜蜜反驳啦。康仁真的体力不太好？也不是啦，就是因为他的本来有氧不在他的 schedule 里面，而且他比较强的方面是哪一方？重训呢，他很厉害。大家都很关心你们有没有下一步？什么下一步？好的，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。嗯，就是。工作永远都就是这么满，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。为了证明两人还没偷偷登记，邵如薇跟记者们约好，下次要秀身份证来证明，是不是有点太可爱了？